这个地方的什么？桃园山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桃园山真的漂亮。这边也说，刚那边也说，各位的后面的话就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缆车猫缆。对，好，不要叫得起猫缆啊！为什么会那么有名？全世界的那种帕玛公司做了25000座的缆车，只有台湾的这个猫缆为什么能够像震动版的按摩有没有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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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去过日月潭坐缆车？会不会震动？不会，真的要来这里坐坐看，这里更便宜。这样的距离的话才坐，近几站我才扣你啊。对啊，去日月潭要在200块，要坐车又花那么久，而且带着家人、带着长辈去到上面那个地方走一小段的步道，旁边可以喝喝茶、吃吃东西，对不？那个茶油面线不一定要吃呢，吃什么？吃那么多，吃那么好，但是那样子就是什么那个感觉。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？出来玩。出来看一看，带着什么？带着你认识的人。所以呢，跟什么人玩，玩的感觉最好？跟家人、跟爱人、跟友人、跟亲人，只要你跟对人。所以你要出去玩的时候，会不会一个人住自己样子？会啊。自己一个人会不会每天？不会。不会，除了像林忆莲那种怪人，有没有？没事就去撒哈拉，去北极那边跑跑跑跑。真的讲出来的，那种人是真的是追求自己的卓越的。平常的人，你要自己有办法这样子训练自己，要这样子。跑不停的讲真的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要让自己这种不同看法。所以人生有时候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什么？跟你的亲朋好友聚会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中国人三大节日，每到了我们的端午节啦，对不对？春节啦、中秋啦，都要什么？回到，就算你是离乡背井，从南部回到北部的这个地方，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回到南部那个地方，跟长辈问候一下啊，吃饭啊。所以呢，电视广告不是演得很好？哎呦，阿辉啊，你们等来哎呦，丢 ，OK， 那爸爸去了，叫我这，就在北京背吧，背不上来对，啊，我早间要等来背等来去，这个差不多啊，爸爸我公司要加班过来，这样子的，大家的一个这个部分，所以这个聚会在一起就是什么，就是最好的，尤其小孩子越来越大，所以有看到说，哎呦，长者，对啊，回家的有没有？一起重视什么是非常的贴心的、哦、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棒的。再怎么样子，偶尔要什么陪陪家人什么吃吃饭的部分。好嘞，那贵宾朋友们，今天的行程的话不会很累，也不会走很远、哦、不会走很远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美景。来，那既然是坐游览车，游览车上的话会有一些安全。